嗨，大家好，我是 Ryan， 又到了跟大家聊信用卡的时间了。前一集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怎么样估计一个点数系统的价值，那前一集里面我们提到了就是 Chase 跟 Amex 两个系统，那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讲说另外两个美国的点数系统要怎么样的估计它的价值为何，也就是 Capital One 的 Miles 跟 Citibank 的 Thank You Points。 这两个点数系统虽然没有像是 American Express 的 Membership Rewards或者是 Chase 的 Ultimate Rewards 这么受到多人的喜爱，但是它也是两个大家不可以忽略的点数系统。我之前曾经拍过两部影片，分别的介绍这两个点数系统，也欢迎大家点入这两部影片来看一下这两个点数系统它的使用的方式为何。尤其是如果你喜欢搭长荣的航班的话，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两个点数系统。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请大家替今天的影片按个赞，这样 YouTube 会主动的把我们推播给更多不认识我们的人。如果你看到最后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订阅，这样我们新的影片都会第一手的推播给你哦。那这一集我们就用跟上一集同样的方式来评估一下这两个点数系统的价值为何。那第一个评估的方式就是假设这两个点数系统我们想要把它换成现金的话，就存到你的支票账户啊，或者是存成你的 Statement Credit 的话，那它的价值为何。 Capital One Miles 的部分的话，它存成 Check或者是存成 statement credit， 它是 0.5 CPP， 也就是每一点可以换 0.5 美分。而在 Citi 的 thank you points 的部分的话，它一样是 0.5 CPP， 但是如果你有收到 special 的 offer， 或者是你有收到 Citi Prestige 这张卡的话，它的价值可以拉高到 1 CPP， 也就是一点兑换1美分的价值。那第二个评估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想使用点数来支付我在信用卡里面的某一些特别的消费，那前提就是你要先有一些消费嘛，然后那个消费可能是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你想用点数来折抵你买的那个东西的话，那这个价值会是多少呢？ Capital One 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一样是一点折抵一美分，也就是一 CPP， 但是它有限定某一些特别的类别，像是你只能用来折抵旅游类的消费。那疫情期间在四月多的时候，它曾经短暂的开放可以折抵除了旅游之外的消费，那现在已经截止了，不过我觉得它之后可能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做。那 Citi 的部分的话，如果你是要用来折抵你的信用卡账单上面的某些消费的话，它是只能用一点折抵 0.8 美分的方式来折抵哦，所以效果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好。那第三个用来评估点数价值的部分的话，我们之前曾经有提到过，就是透过银行本身提供的 Travel Portal 来兑换旅游类的商品。在这个类别里面， Capital One 的 Miles 一样可以用一点折抵一美分的方式来兑换 Capital One 的 Travel Portal 里面的机票啊、饭店。而 Citi 的部分的话，在一般的卡可以用一点折抵一美分的方式来兑换旅游商品。如果你持有 Citi Premier 这张卡的话，你可以用一点折抵 1.25 美分的方式来兑换旅游类的商品。 Citi Premier 这张卡其实我真的觉得蛮值得持有的，因为它是一个点数累积啊，或者是折抵的方面都算是一个很平衡的一张 Citi 的入门卡。那最后一个部分来评估点数的价值，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转点到转点伙伴来兑换机票这边。那这两个系统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跟前面我们提到的 Amex MR 或者是 Chase 的 UR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系统都有长荣航空当成转点伙伴，所以你可以直接把点数转进长荣航空里面来兑换长荣的航班。那为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呢？疫情发生之前，其实长荣放位的状况比较稳定，尤其是放给伙伴的部分，像你可以透过 NA 来换长荣的航班。但是疫情发生之后，其实长荣保留了比较多的位置给自己的人，然后如果你的航班遇到变更的话，你不是由长荣航空的里程自己开出来的航班，基本上他也不会去做售后的处理，你都要回去找就是 ANA 这样子的机构。那如果那个时候 ANA 又拉不到票的话，其实你的票就没有办法更动了，所以兑换长荣航空的点数就变得相对的重要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你用长荣航空的里程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排候补。那可以排候补的话，其实就跟你之前用 ANA 你要兑换长荣的话，你不能排候补是差非常非常多的。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要这几天回去，长荣除了放位给自己比较大方以外，还可以让你自己的里程计划可以排候补，所以就让 Citi 跟 Capital One 这两个点数系统的价值瞬间的往上拉。其实也不能说价值啦，我觉得实用程度，尤其是对于你想要搭长荣航空回台湾的人的话，这两个点数系统虽然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个价值不若 ANA 高，也不若Chase 的 UR 高，但是对于你就是想搭长荣航空你回台湾的人，
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你使用的系统。那我们用同样的范例来做一下说明，就是长荣航空11月由旧金山来回台北的经济舱年票，一张票大概是1600元美金，商务舱年票一张票是6810元美金，然后豪华经济舱的部分的特价票 T 舱一张是1500块美金。那为什么要列出豪华经济舱呢？因为你用长荣里程，你就可以用豪华经济舱，便宜的豪华经济舱升等到商务舱，这是你用其他的里程计划不行的，所以我们这一集里面会把它带进来计算。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三个票价的差额如下，经济舱年票跟商务舱年票的差额是5210元美金，豪华经济舱 T 舱的特价票跟商务舱年票的差额是5310元美金。那这些数字我们等一下会用来带入我们计算 Capital One Miles 跟 City 的 Thank You Points 的价值的部分来使用。 Capital One 的点数转点到长荣航空的比例是每两点可以兑换 1.5 点的长荣航空点数。那我们都知道长荣航空用来兑换经济舱来回的票的标准是10万点，所以等于你必须要用133333点的 Capital One Miles 才能兑换一张经济舱的来回机票，所以这样换算的话是 1.2 CPP。 那在商务舱的部分的话，长荣航空兑换自家来回的商务舱需要15万点，那所以换算成 Capital One 的点数就是要有20万点的 Capital One 的 Miles。那这样换算回来的话，它的 CPP 就是 3.4 CPP。 那在升等的部分我们会用两个范例来说明。那这边先解释一下，因为你是使用长荣航空的里程，所以升等的部分比较有弹性，你可以使用稍微特价一点的经济舱机票，然后搭配比较高额的升等点数，你就可以升等到商务舱，或者是你可以用经济舱的年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1600块的部分，然后搭配 OK 一点的 Miles， 然后你就可以升等到商务舱，或者你可以用豪金舱的特价票，然后搭配相对再少额一点的里程数，你就可以升腾到商务舱。那我们这边会用使用长荣航空经济舱的年票升等到商务舱的范例，跟豪金舱的特价票升等到商务舱的范例来做说明。那如果你使用的是经济舱的年票升等到商务舱的话，我们都知道你要先支付1600块的前面提到那个经济舱年票的票价，然后同时你必须要使用10万点的长荣航空里程数才能来回升等。那十万点的话，你必须要有133333点的 Capital One 点数，那这样换算的话基本上就是 3.9 CPP。 那如果是使用豪金舱的特价票的话，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里程数就可以升等，就是7万点的长荣航空里程就可以升等。那我们都知道2:1.5的转换比例，所以换算回来成 Capital One 的 Miles 的话，你必须要有93333点的 Capital One 点数，你才能换成7万点的长荣航空点数。那这样你就可以从豪金舱的特价票，也就前面提到那个1500块，对，没有错，它比经济舱年票便宜哦，来升等到商务舱。那这样换算回来的话，那个 CPP 基本上就是 5.68 CPP。City 的部分它同样也可以转换到长荣航空，然后它的转换比例是1:1，所以解说起来会比刚刚 Capital One 的范例来的简单啦。所以兑换一张经济舱来回的票的话，需要10万点长荣里程，也就是10万点的 City 的 Thank You Points。 那这样换算回来的话是 1.6 CPP。 然后如果是商务舱的话，需要15万点的长荣航空里程，也就是15万点的 City 点数，这样子换算回来是 4.54 CPP。然后来回升等，我们用跟同样刚一样的范例，也就是假设我们是从经济舱的年票升等到商务舱的话，你要先支付1600元的经济舱的机票票价，然后同时再支付10万点的长荣航空点数，也就是10万点的 City 点数，你就可以来回都升等到商务舱。那商务舱跟经济舱的差额是5210块美金嘛，所以这样换算回来，基本上每个 City 点数可以发挥的价值就是 5.21 CPP。然后来回升等，因为用长荣航空里程数，所以你可以用豪金舱的特价票就可以升等到商务舱。豪金舱的特价票我们前面有提到是1500块美金，那升等到商务舱的差额基本上是5310元美金，所以你只需要7万点的长荣航空里程，你就可以来回升点。7万点的长荣航空里程基本上就是7万点的 City 点数，那这样子换算为 CPP 就是 7.58 CPP。我们跟大家分析完了四种估计 City 的 Thank You Points 还有 Capital One Miles 的点数价值的方式之后，其实结论跟前一集是一样的，点数的价值真的因人而异。从前面的范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值可以从 0.5 CPP
一路到七八 CPP 以上，那这都看你怎么使用它。那如果你是一个不旅游的人，就算兑换升等有七点多的 CPP， 对你来讲都不如你直接把它折抵成信用卡的账单，然后把它花掉来得好嘛，对不对？最后要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千万不要被点数的估值所迷失了，且千万不要使用点数的时候都一定要最大化。我真心觉得有花堪折直须折，点数累积是要帮助你旅游的更舒服，或者是帮助你节省更多的经费，找到一个合理的使用方式，那就是好的使用方式。真的不要坚持就是最大化那个价值。这集我们就帮大家录到这边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样花更少飞更好，也想要获得更多的信用卡第一手资讯的话，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